长辈宠孙无极限，女性一招秒破解。在家里面不太让小孩看电视，到了过年长辈就会说，媳妇啊，小朋友可以看电视吗？回到家之后呢，就会开始跟妈妈说，我回家也要看电视。我就想说此风不可长，我就说好，那现在开始来电视打开就坐着一直看，不准睡觉，不准出去，不准干嘛。你好极端，对，我很极端。看了10分钟左右就跟阿姨说，我想要出门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